风景优美的碧湖，也叫做万大水库，原来是为了汇集中央山脉的水源所兴建的，因为潭水成碧，所以被命名为碧湖。此外，传说中在美丽碧湖的底下埋藏着数量颇多的水晶，当地的水晶专家王老师和他的狗狗威力在风雨中特地带大家前去寻宝。到了吗？到了到了，那个就是我抓水晶的东西啊。白色那就是你抓水晶的东西。对对对对。哦，难怪刚刚那个威力啊，知道到他就已经到前面去，他好像一个领航员一样。对，他每天都在看。嗯、他每天都在看、嗯，他每天都陪你捞水晶哦。对对对。会捞什么呢？他就是在最下面，我们要把它拉起来。怎么回事啊？没有啦，因为第一次做这种就是没有救生衣的，当地人都是这样吗？没有没有，我们都没有拿这个。好，我们现在赶快捞水晶，我要弄保平安呐、啊，对，辟邪驱疾辟邪的水晶。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抓水晶为什么不能在湖边抓？一定要开五六分钟的船来到这里？只有在比较深的地方才有水晶。哦，那你现在要怎么用？它很挤耶。我们就过去直接把它拉起来看就知道了。拉起来。哎。